新哥呀，关键时刻还得是你呀，想着给我介绍对象啊，你等我啊，我马上就到，啥也不说了，好人一生平安，我爱你。我他妈先介绍对象，在银行认识吗？就原来那个万城卖化奢侈品那个，两样。那刷 LV 的能看上四卷饼吗？这花样你说的，我跟你说，好多人卖 LV 的，下班之后就爱吃卷饼，褪去繁华都是普通人，别随便往人身上加光环，知道吗？那也是，美女也有拉肚穿稀的时候。你咋这么个人呢？往这里拉。你听我。哎呦，你真不愧是大师。哎，娘，哎，好久没了。漂亮。头发越来越多了啊。不聊天啊。在办公室呢。在呢。哎，他跟你说今年干啥呢？他说见过朋友。对，见过，见过，都是，那就走。行。人带着吧。要不说这狗哥是你带出来，这言语动作都一模一样。哎，别嘛，我没他事啊，还得练。咋的？今天找我来给我介绍对象啊？你别说那么怂，认识新朋友。跟你说，那小伙一麻个比大高，搁宝马上班，加班雕像，那底子可厚了，真的。唱歌好听啊，对，那在唱吧唱对吧？对。对，你有这条件早干啥了？早不给我介绍。现在不喜欢你吗？你这一说，我这还有点紧张。人能看上我吗？哎，平常心啊，平常心。对，别紧张。不是，烦人吗？老妹儿呢？你把我们家大傻子上来就找老妹儿去？行，说我叫亲啊。你那头发是几天没洗了，照这样啊？工厂办零件来的，一个月挣不了几个逼钱，哎，把我当三公用啊。那你这晚上还得去酒吧驻唱啊？别他妈提了，上回嗓子差点没给我打出来。你哥哥，好像驻唱也不挣几个钱呗？不是我说你，就你那一米八八，跟你白长，啥你也不是。一米八能咋的？有钱得有这个呀。你看看阿星那样的，那为啥？啊，差钱儿。行，去，你在这边等你。我什么？那么大声，怕别人听不见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哎，我怎么感觉哪见过你？没印象，不认识。你看，那我记错了。聊聊。聊了没？聊吗？聊。哎，坐这儿可以吗，老妹儿？坐吧。这个怎么称呼啊？洋洋。我叫谢德刚啊，很荣幸认识你。我也是。听说你是做这个奢侈品这块的，就 LV 包这些东西吗？经常接触。那我瞅你这身儿。谁说做奢侈品就得全身都带奢侈品？我的意思吧，就是这个行业咱们得剖析一下，研究一下。奢侈品除了贵，撑面子，你跟我说还有什么好研究的？比如说这个做工方面嘛，我的意思是这个意思，皮质啊、五金件这些，都是国内统一代加工，都一样。你跟我说有什么好研究的？获个渠道呗，这方面呢？都是慕名而来的有钱人，同样没什么好研究的。像他们做梦一样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人在自己不了解的领域，千万不要高谈阔论。你说万一遇到专业的呢，多尴尬。是的，有点搬的弄斧了哈。妈轻视。你继续。好嘞。这个，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啊？你这句话问的太泛泛了，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，你应该问我喜欢男生什么样的特质。就这么问。自信，干实事，思维正常。没了。我这都算要求高的了，现在思维正常的人太少了。我这思维算正常吗？
那你喜欢我吗？喜欢呢。喜欢哪儿啊？这气质、身材，很漂亮吗？算你诚实，但是你跟女生的聊天思维方式完全是错的，你没有展示出自己的优势。我优势？内在。你完全没有方法，其实你很有天赋。方法？那我要怎么做？你信我吗？当然信了。这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一个人得了点什么，他总要失去点什么，这叫能量守恒定律。啊，我明白了，钱嘛，可以的，为了优秀，可以花点钱的。我接下来给你介绍的课程啊，完全可以把你的内在激发出来，再加上你卓越优秀的外在。我跟你说，追什么样的女生都能追到，我们管这类人叫做潜力股。我是潜力股吗？当然了。这多少钱？Hello, Cool Girl。2万。咋转呢？你直接转新闻就行。他让我信你。你为啥信我呀？因为你的眼神异常美丽。你是不是被他的颜值拐走了？对呀、啊。我就是没有抵抗力了。你不欠我钱，你多赚两块钱点。你赶紧把课程给我发过来，那我能提升我内在的潜力股。拦不住就拦不住，别拦了呗，兄弟。你跟说啥？我赚两万。我啥都没跟他说，直接钱就转过来。啥也没说，赚两万。我就说两句话，你给我介绍傻子，你有底了？啥人呢？这是说两句话赚两万块钱。你这钱你想留就留着，不想留请我吃饭都行。我先走了，两万，加油啊！我看好你，提升内在，潜力股，加油！可以的，加油！加油！啥？你给我发课程了，快快快！舞蹈需要两个条件，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。很多人这辈子读书，读书再多没用，读书是为了悟道，读书不悟道，读书何用？只能增加智障而已。悟不道跟读多少书没有关系，跟上多少学历没有关系。有两个基本条件是悟道的前提，这两个前提想不想知道？没有找到玄关窍，我不能把他被骗了。这个不好说，但是我觉得他说的挺霸气的啊。你自己悟吧。啊？你有天赋。霸气倒是挺霸气哈。我是阿星，然后好久没有跟你们沟通，我今天出镜呢也是告诉你们，这个号是我本人在运营，好吧？如果大家有一些情感需求啊，还有解决不了，你可以添加下方的微信号或者二维码去添加，然后有导师专门去给你们指导，好不好？也感谢大家对我支持这么多年，好吧，兄弟们。